好，我是李思琪，我是胡依琪，我们是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比基尼大赛的选手，好开心今晚由我们为大家报道欧锦赛比赛场地的天气情况。仲有一个钟头，2012年的欧锦赛就要正式打响了，揭幕战是由东道主波兰坐镇华沙国家体育场迎战2004年欧锦赛冠军希腊队，等我们一起来看看当地的天气情况啦。哇，今日华沙有雨喎，不过气温都会保持在20度左右嘅，相信两支球队不会因为天气情况而影响到太多，一定会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对决。下面就由我的 Pala 为大家介绍第二场欧锦赛比赛的天气情况。好啦，多谢思琪。今晚直播的第二场比赛将会在波兹南市径球场举行的，是由俄罗斯对阵捷克的，等我们来看看当地的天气情况先。今日波兹南市就有雨薄，气温咧仲会喺太阳落山之后咧降到18度左右噶，咁希望喺开波嘅时候咧，雨水就可以暂时停一停，等两支球队可以充分咁发挥出佢哋嘅水平。好啦，今日嘅赛场天气就报道到呢度，我系胡依琪，我系李思琪，多谢大家对我哋嘅支持，下面嘅时间就交翻俾我哋嘅演播室。